寒流襲港，令氣温只得十度，但系中環就被一股炽熱氣氛令到温度上升。黎明呢晚喺中環海濱舉行戶外時裝 show 演唱會，天王魅力除咗令會場爆滿，仲吸引到林淑敏、姚卓菲、詹天文、潘靖文、文海婷同林志樂嚟捧場。久未開 show 嘅 Leon 狀態 fit 爆，仲好有心思配合 fashion 元素，著住30年前拍攝電視劇《元真合時》嘅皮褸現身舞台演出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晚上好。嗨，你懂不懂啊？懂都懂不懂了。观众呢晚完全体验到视听享受，苏前欣赏到本地著名时装设计师 Vivian Tam 嘅时装 show， 王丹妮仲穿插喺模特儿当中打头阵献唱啊！都好开心啊！今次可以有呢个机会，真系。身為演員，但係能夠喺咁大嘅舞台度去唱歌俾大家聽，係要用自己嘅真嘅聲、真實嘅聲音。我諗大家都應該未有呢個機會真係聽到，所以今次能夠唱到俾大家聽，我覺得係一個好新奇、有趣同埋有好對我嚟講好刺激嘅一次嘅體驗嚟嘅。除咗唱歌啦，有啲動作啦，咁仲有要行 catwalk 啦。周圍仲要有好多 model 喺我身邊不停咁來回喺度行緊 show 啦，其實係好忙啊成件事，但係我覺得好好玩啊，係啊！有冇今日我全家人就會嚟睇 show 咯，係。會唔會緊張啊？聽晚係咯，佢哋又唔會喎、啊，我覺得最緊要都係 enjoy 而家呢當下個台嘅嗰個 moment 啊，最緊要係大家都睇得開心啦，同埋 enjoy 咯。穿曬窿我件衫，我係通窿通風。觀眾的熱情和大家係 enjoy 嘅嗰個氣氛好緊要啊，令到我都個人都好暖啊！鄭欣宜擔任 Leon 演唱會嘉賓，為咗一個原因，佢決定不顧一切去賣力演出，仲為自己人生定下咗一個目標添啊！本身咧，我經理人咧，佢都好錫我嘅，因為呢幾日過去呢幾日都落住雨啊嘛，咁佢話：喂，你可唔可以，你不如揀首唔使落地嘅歌啦，即係費事個台濕啊，或者點樣？咁你好凍喎，但係我話唔得啊，我一定要揀呢首，一定要勁啲啊，因為我聽講啦，係黎生點名揀我去做今日呢個 show， 咁所以梗係要勁啲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咁威係咪？咁所以即係有啲誠意噶嘛。我準備緊接收，我希望我即係佢會贈到金句俾我咯。我唔知道會係乜嘢啊，好緊張啊嚇！彩排嗰時有冇金句啊？冇啊，都未見到佢，但係我好緊張咯，我驚我會唔明佢嘅金句啊！我今日決定咗啦，我要做一個即係啲人咪話有 bucket list 嘅，即係又要去咩攀嗰啲好高嗰啲山啊，跟住或者又要去即係見嗰啲好靚嘅嗰啲景啦，我唔係。我的 bucket list 有少少不同嘅，我要儲齊四個印花，就要跟四大天王同台合作，同台啦，早知咁今日就儲咗黎生啦，爭幾多啊？三個。